那一直以来呢，竹村秀大师都秉持着哦，美丽的妆容呢始于这个洁颜，然后呢也忠于洁颜。那当然呢，今天呢我们就要让您先来欣赏一下这段精彩的影片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洁颜油会这么受欢迎，每七秒就可以卖出一瓶，甚至在台湾呢有220万的这个支持者，每人人手一瓶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精彩的影片，请欣赏。